刚刚都吓死我，这车给爆了，我不知道咋回事。刚刚那直播老师暂停，然后我就从那待等着老师，然后突然间爆炸一声，你知道吗？刚刚那车还很好，突然间就爆炸了。赶紧去堵上，还有什么办？妈，一会儿别的车还得找我。这么炸完了的话，一会儿是不是还得炸？这他妈天然气爆炸，这不扯淡呢？GZR3816响了！哎呦我操，这人烧的，妈呀！看到吧，这老家伙烧彻底报废了。